特約記者啊，想問下，其實你喺度做咩啊？我哋喺度揾緊路去永利街。好啦，想去永利街睇啲咩先？我哋去永利街係想睇啲保育嘅文化啦。咁你用咩方法去揾咧？將會睇下啲路牌點樣行啦，應該都會問下啲路人啦。好嘅，早。系同学你好啊！你哋呢个系第几个景点啊？第二个。哇，咁劲！第二个啱啱开始啫，大豆定小豆啊？小豆。你哋嚟呢度打算做咩噶？我哋会揾一个组员磅重，跟住将个结果话俾老师知。咁你预算今日攞几多个大豆，几多个小豆噶？攞晒佢。正经啦，你哋而家喺度做乜先？计紧数。计紧数计咩数啊？计紧一家大细父母同埋两姊妹计嘅船飞，几多来回澳门一次，加埋咧来回就系1258蚊。
豆定小豆啊？大豆。咁呢度系咩地方啊？请问你讲。街。哦，头先咧，我见到呢两个同学做咗访问噶。你头先访问咗咩人？佢有啲咩意见俾到你啊？佢就訪問咗，我哋就訪問咗咧，佢係一個在職人士啦。佢就話其實呢一度永利街咧係唔應該俾啲地產商收購咯，即係等佢自然發展會比較好。我訪問一個就係在職人士啦，跟住佢就話應該唔可以拆咗呢度，因為佢覺得呢度好有舊嘅風格，可以俾多啲遊客認識歷史。朕去边？我哋准备去天后庙。天后庙定文武庙？天后。天后。真系天后庙？系。好似冇天后庙。系咯，冇天后庙啊。文武庙系嘛？我哋系一德班第三组。要訪問一下呢個先，你似乎有啲收穫喎，係咪做咗訪問啊？係啊。問佢呢度啲消費啊，同埋啲質素咯。問佢改善啲乜嘢，同埋保留啲乜嘢咯。呢個係你第一個訪問今日就成功咗啦。哦，有咩秘訣啊？唔講得㗎。哦，唔講得，唔緊要，其他組唔知嘅。而家我哋遲啲先播翻出嚟嘅條片。要有笑容咯，問佢又有禮貌咯。仲有咧？有眼神交流，非常好，眼神交流。请问你好多装备嘅喎，会唔会俾我哋睇下咁样啊？咪等我哋下次做足准备啊嘛，游走中上环。镜头唔该买埋嚟啊！哇，佢知道嚟商场啊，所以事先准备咗，惊自己乱买嘢系咪？带定啲糖嚟我请嗰啲访问受访者食系咪？我面书对他们的表现有什么评价？我暂时都很满意，他们很醒目，一开始就很快找到一个地方，还有很勇敢已经在商场里面冒着这个被Secure驱赶的危险都做了两个访问，耶、yeah, 成功。哥哥，我有什么勉励的说话对他们说？加油啦，不要走那么慢，尽力尽力做好就 OK 了。阿 Sir， 你觉得他们还可以做多些什么呢？走得非常快，他们不该等埋我最好了。做过啲咩嘢啊？我去访问人哋啦，咁我就访问咗一啲外国人啦，就包括咗一啲国语嘅人啦，系咯。咁我发觉原来我国语系好差嘅，但系佢都明白我讲乜嘢咯。咁我问下绿社呢位先，好啦，你喺呢度嘅贡献系边方面咧？开字，即系有咩可以开发咯？例如導賞員增加一個可以講解文武廟的歷史。你拍了什麼東西啊？我拍了一些香和有趣的東西，那些香好像那些薩蚊香那些香。好啦，那你呢？我是觀察的，我入過廟參觀過，很多人都來來往往，都挺多人入來拜神。